盘点将业前40高手排名，第16名君墨，实力世间巅峰级别，书院二先生，一个很骄傲同时拥有骄傲本钱的人，剑眉星目，头顶高冠，表情肃然方正，浑身上下透着股严谨守礼的味道，手持方直铁剑，喜欢用自己的铁剑跟别人讲道理，养了一只跟他一样很骄傲的白鹅，一生最敬重夫子，最崇拜小师叔柯浩然，是书院最像柯浩然的人。柯浩然此时哭得最凶，也是主角宁缺的偶像。君墨出生于宋国的一个小镇，孩童时被夫子收进门下，入了书院后山。宁缺能够修行后，陈皮皮曾问过君墨，如果一个人从初识到感知再到半只脚踏入不惑只用了14天，算不算天才？君墨的回答是，世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天才，这种人只可能是怪物。事实上，君墨从初识到不惑仅用了15天，因为他性格骄傲，所以不愿意承认有人比他少一天。对比一下陈皮皮，当年吃了通天丸后也是花了17天才连破三境，而君墨当年在乡下开悟，身边既无名师又无道门，居然只花了15天。从这方面看，君墨的修行天赋比陈皮皮还要高。因为李曼曼常年跟随父子左右的关系，君墨一直主持书院后山的秩序，对师弟师妹们极为严厉。书院与颜色抢收宁缺时，颜色说如果宁缺拜自己为师，将来可以保他日后成为大唐国师。对此君墨霸气地表示，大唐国师很了不起吗？颜色继续言语相逼，君墨负手微微一笑，对颜色说道，我极少下山，也不会去惹那些我惹不起的寥寥数人，至于你，永远不在我惹不起的行列之内，除了比我白活了几十年，论本事论境界论辈分，你有哪里比我强？君墨虽然骄傲，但同时正直讲理。宁缺面对莫珊珊与桑桑的选择时，是桑桑背后坚定的支持者。雁鸣湖，宁缺战夏侯，君墨孤身一人坐于桥头，将唐国镇国大将军许氏和他带领的御林军拦在雪桥之外，令其没有任何作为。君墨都有哪些霸气操作？书接上文，烂柯寺大战，君墨先是与李曼曼联手破烂柯寺佛光大阵，然后将后背大放送给耶稣，赌他不敢出剑要自己性命。顶着7年16年没有动过的闭口禅，一剑斩杀悬空寺戒律堂首座。原文称这一掷之威，竟隐隐然与先前柳白的天外一剑差相仿佛。然后一剑破去7念27层佛家气息，将7念的身外法身斩成两截，7念真身受到重创，堂堂的佛宗天下行走不是其数招之敌。原文说他想杀死7念，无论是耶稣或者一直沉默的唐都不能阻止他出手，在得到岐山大师的规劝后才罢手。反复在烂柯寺寻找佛祖棋盘无果后，君墨的情绪到了崩溃的临界点，他霸气对7念说，从今日起秃驴不准入我唐境。而后拎起铁剑，以折损5年修为为代价，一剑劈毁瓦山佛像，将大半座烂柯寺埋在巨石之下。而这一剑只为泄愤，曲尼玛帝气得大骂道，你们这疯子，你以为书院真的就天下无敌吗？君墨没有转身，而是霸气回答道，我书院本就天下无敌，说最狠的话，打最凶的架，这就是君墨。举世伐唐，君墨带领书院一众师弟师妹在青霞之前挡住西陵数十万大军7天，期间击败裁决大神官叶红鱼，废耶稣气海雪山，以断臂为代价重创剑圣柳白，使其无法再战。此战也被认为是君墨的巅峰之战，天域大神官甚至说当年柯先生入魔宗大概也不过如此。不过君墨虽然很强大，拥有天生战心，但柳白曾对君墨说过，若是平日你与我战有败无胜，这两日你剑斩千骑，血气渐旺，胜负之术当为91，如今你又胜耶稣，剑意通达至极，当为82。可见假如是平日，君墨恐怕很难达到重创柳白的高度。青霞之战结尾，君墨与七师姐穆佑在生死之间结为夫妻。君墨究竟有多强？书接上文，青霞之战后，君墨决定入悬空寺修佛，桃山光明记，宁缺豪夺熊出没的天启，拉弓搭箭扫描当世强者。君墨取代王景略进入清河郡崔元，仅向前一步便逼出清河郡崔老太爷全部实力，助光明记上的宁缺完成万里狙杀崔老太爷的壮举，普通的致命强者君墨挥手可杀。不久入悬空寺修佛，亲见坑底数十万农奴的苦难生活，然后决定率领数百万农奴起义来掀翻悬空寺的统治。宁缺和桑桑二人入棋盘世界后，君墨和李曼曼联手大战九徒和蒋经首座联手，以不要命的凶悍打法从悬空寺中挖走牙秤梨树和佛祖棋盘，被九徒称作书院都是一群疯子。灭佛之战前用铁剑再次掀翻蒋经首座，配合长安城精神阵的宁缺两剑洞穿蒋经首座的身体，将其定于悬崖洞内，终生无法再接触地面。
不久，君莫带领农奴们杀上悬空寺，一剑斩杀佛宗天下行走七念，集数百万农奴的信仰之力，剑斩依托山峰涅槃后的佛祖真身，终率农奴成功颠覆悬空寺数千年残暴统治。书院灭西陵之战，君莫与三师姐于连联手大战屠夫，虽然仍不是其对手，但其实力获得屠夫认可。宁缺一刀斩破旧世界后，无数天外陨石破空而至，君莫放出屠夫邀请他一起守卫地球。结局时，君莫携七师姐木佑游历世间，世间只留下其传说。宁缺曾问过颜色，君莫是什么程度的修行者，对此颜色说，君莫只要看上别人一眼，别人就死了，普通的致命境强者举手可杀。虽然在境界上不曾有任何突破，但因为天生善战的缘故，猜测普通的天启境界不是其对手。君莫名字出自君子不行末路，意思就是君子选择了要走的路，就要一如既往的坚持，而君莫自始至终在书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